从小只看到了马斯内奋斗下来的同事，台下群众的脸在喊着你们的名字，放下喜亚兰的个性，住所天赋名字肩负曾经发的誓，尝试永远不会停止。我曾说了，不要爬出座就对了，即使爬着也要爬上山头，看着那些看不起的路人，全部给我跪着。你会的，告诉现在的我你是对的。虽然没有天赋，会比别人艰苦，没羡慕。版图自我建筑，名声骗补，即使会个变数，让你感到厌恶，请练武，颠覆他们瞧你的真面目。往后十年要对家庭有所交代，别把孩子教坏，吸收兄弟 worldwide， 不要害怕，从来前行，提起你的胸怀，随时保持战斗作用，明年会手金块。